对于永恒轮回的不沉之船而言，所谓崭新的开始，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含义。在中阴所封禁的无尽时间里，这类抗争已然上演过无数次，并且最后一次也即将拉开帷幕。我希望他们得以触及那唯一的可能，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。我曾经梦到过那样的未来。爱因修伯利安兰达出击，开始支援。虽然有些冒犯，但这的确是我此刻的想法。理之义者，不过如此。